丁默言，记住，白天有白天的秩序，晚上有黑色的秩序，总会有人来维持。杀你的人是我。北瑶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死了，我才是一无所有，我才是九死一生的那个人。年前，您是老大不姓丁，姓江。我是江明的私生子，江明被人乱刀砍死在街道，所有生意都归了丁明，他的原配被人奸吃，我没有选择。这条消息应该可靠，吴南老三天后到林市，地点问出来了，我打算动手，用炸弹，干净利落。赵爷，1923年8月的夜晚，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。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，应该停止爱你。陈美瑶，你是哪天醒的？吕兆言和湖南老大是不是你杀的？这就是爱他的代价。17岁就怀了他的孩子，压到乡下掩人耳目的地。我去过那间诊所，视若珍宝的女人在这里打掉我的孩子，我是什么心情？既然跟他好，受过的委屈要让他知道，才会对你好。叫崔瞎子，我爱你，留在我身边3年，为我生个孩子。不可能，你心里有我。我不会去爱一个杀人犯，一个黑社会。你就这么看我？说吧。陈先生，欢迎来金三角。我现在不能放你走。你把我们放了，我们可以给你很多钱。北瑶，北瑶，连累你了，带嫂子先走，我们断后。珊珊，3年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会陪着你的。嫁给我，今后我只做个商人。做你的丈夫，做我们孩子的父亲。穆善小姐的魅力确实很大呀，竟然让西南猛虎陈北瑶拒绝送上您的好处。这5年来的犯罪证据，我已经全部移交省公安厅。只要你愿意做污点证人，我可以为你。谁的污点证人？张恒天，你想让我的丈夫坐牢10年？过了这个婚礼，我老公就是罪犯。我跟你嫂子下个月举行婚礼，叫亚泽好不好？好。陈亚泽。北瑶。其实你可知，今天我心太累，后来都似光景难倒退，任我的罪恶消散于秋风里，让我担起一切不会恨半句。未怕一生多少波折，我也傲然独居。